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不求，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着冰霜为九州，此缘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，避开那天锦绣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荡一马这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着冰霜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莫问故人归否，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一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应该是这里吧。怎么身体突然变沉重了？这座山峰被阁主施了逼向手段，任何人只要一踏足，重力就会翻倍，而且越往上，承受的重力也会越强。虽然这里的温压不弱，但我走遍半个九州，历练数年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！哎呦，竟然是只灵活的小胖！叶云那小子应该被我甩得很远了吧？嗨，杜兄。他怎么会在我前面？我绝对不会输给一个走后门的小子。哎呀，累死老四喽！这下终于甩到他了吧？杜兄，看你挺累的，要不要吃点？你怎么又在我前面？嘿嘿嘿，你猜？我就不信了，灵力百分百爆发，这次我一定要拿第一！就要到终点了，我是第一，不行，没力气了。哪来的手？恭喜你，杜兄，你是第二名。我终于上来了，太好了，我通过第一关了，现在马上开始第二关考核啊。不会吧，这么快就开始了？这就是第二关下山的路？没错，
逼涛阁主会在下山的路上布满迷幻阵，考验弟子心智，想要通过可不容易。而且，这又何难？看我的！喂，等等！喂，就不能听我说完吗？这就是迷阵吗？就凭这些货色也想引诱我？破！一点儿也不用心，至少也得弄几个雪岩和严胜亭那种级别的美女才对嘛。还能换场景啊！阎王，夜雨，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，正好杀了你，为二少爷报仇。区区洗髓境而已，凭哥的天赋，迟早能到达。就这还想吓我？还想吓唬我？接下来还有什么？全都拿出来吧。小雨啊，小雨，还愣着干嘛呢？你爹快到家了，还不把桌子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。娘，夫人，儿子回来了吗？这是我家，怎么可能？夫君，我今天做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呢。还是夫人最懂我。爹，娘，我好想你们。小雨，你怎么还愣着？你爹都饿了。虽然这是关卡，但你们真的惹火我了。造化诀，破！星河回去找你们的。这就是出口了吧？